站了一天，哎呦，你轻点你，真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，他什么东西啊？明明知道我刚说了，别人的好处不能随便拿。哎，这个女人直接就送一辆车。你这个儿子的脑袋也叫门挤了吗？不知道拿着这个车就直接丢了我们老杨家的脸吗？哎呀，你看你，人家给你儿子送辆车你也发火，我看人家是好意。什么好意啊？你也傻，你没看他看我那个眼神，我还没嫌弃他呢，他就眯下这个眼直勾勾的盯着我。酒劲有点上来，大瓜，等我们一会儿啊，看看车。哪个是？哪个是？钥匙呢？坏，我都喝大了，给钥匙，按。哪个是？哪个？哎，这个，哇！啊，好漂亮啊，红色的。我在顺子啊，咱有自己的车了啊，开心！哇，咱有自己的车了。你认识这车吗？啊？这什么车啊？这是新宝马X3，你把钥匙给我看看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不是宝马吧？那个周总那辆才是宝马，这肯定是贴错标了。贴错标了。这车就是宝马，这车好几十万呢，他怎么会送咱这么贵的车呀、啊？嗨，咱俩都伺候过他，这还不简单？伺候过他的人多了，他人人送辆宝马。赵弟儿，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我那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？那你要没事儿瞒着我的话，这就太不符合逻辑了。他凭什么送咱一辆这么贵的车呀？嘿，你问我这个问题才不符合逻辑呢。啊，这问题你应该去问周总。你过来。你干嘛呀？你放开我。什么放开？这件事儿我必须得弄清楚。你幼稚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别再拿手指着我。啊，对不起啊，你是不是娜娜？啊？我要是娜娜的话，我早就跟他们走了，怎么会看得上你这个穷光蛋？你有脑子想想啊！你说你有哪儿好的？不都是因为你赖着我吗？要不是你来凌晨，我能跟你上床吗？真是的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这王八蛋，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了啊！我到底是不是娜娜？我又不是傻子，来这儿的所有人都在叫你娜娜，我肯定怀疑啊！啊，人叫我娜娜，我就是娜娜了。是啊，那我叫你小顺子，你就是太监了。我是太，你才是太监，你把我往沟里头带了。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公主不敢要，要个下人，你就觉得理所应当了是不是？你存心欺负我吗？趁现在周总还在，有什么疑问你问他去。索性啊，把我弄回去当公主得了。问就问，回头我醒了以后我就问。哎，别。你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，没准啊，他能送你一套房。打就打，我还正缺套房呢。不是你真播呀？现在太晚了啊，等回头醒了以后我再给他打。拿着。你打呀。拿着。反正我告诉你，这辆车我绝对不要。你爱要不要？要了我还看不起你呢。看不起我，我也不要。开过去以后，我爸肯定得气死。你爸肯定生气啊，那倔老头那气得放出屁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骂我爸啊！我这不是骂他，你爸喜欢人家叫他倔老头，他觉得那是荣耀。他有病啊，喜欢人那么叫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什么我说的，绝对是你编的，弄得我头都晕了。我看你一点都没晕，你清醒得很，你还知道自己配不上这辆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来劲啊！等我酒醒以后，你看我。你又指我。
哎呀，你看我今天治不治你？哎，上哪儿啊你？今天咱刚结婚，今天咱俩离。离就离。大光，咱们走。大光带他走，离就离。大喜的日子干嘛呢？怎么大光，这辆，哎呀，这辆车他明天再说。不是，不可能啊，是不是？这辆车我绝对不能。上车，上车。我不跟他坐一块儿，都离婚了，我跟他坐。坐前头。不跟他坐一块儿，这辆车绝对不能让我妈知道。好了，明天再说。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要不咱们回家吧。回家。什么车呀？哦，您问着地儿吧。我今天喝的有点多，我先睡了。啊，你们也早点歇着啊。啊。什么车呀？哦，宝马三轮。宝马三轮？那是辆什么车呀？你问顺子吧。他还不敢开呢。哦，爸，那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先进屋了。还琢磨呢？就是农用三轮，人家为什么要入股啊？就靠那些爱出傻力的人给他去买饲料啊，卖鸭子啊，拉鸭粪呢、啊、那多方便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蒙哪个傻子呢？还宝马三轮。这个亲家真是俗不可耐。不行，我得尽快把娜娜弄回来。哎，丽琴，这想把娜娜弄回来呀、啊、不是靠你的心机，是要靠你的游戏啊。既然都承认是亲家了嘛，就要用一种捆绑式的交易啊。只有啊，大家相处融洽，人们内心啊才会真正的豁达，真正的幸福。但是，要靠时间嘛，啊。那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真是委屈娜娜了，给那么个倔老头当儿媳妇。